今天来拆个箱，X 系列的泰模 XLET 手摇磨豆机。包装里面就是磨豆机主体，绿色的，这是金属材质的机身，下面是豆仓。摇杆的手柄，现在的磨豆机我觉得其实已经做得越来越精细了，而且这个中轴就达到了。哎呀，为什么刚才会拿一个手机的盒子呢？这条视频拍摄是用 vivo 的 X Note 拍的。你有没有发现泰模在国内的咖啡设备品牌里边是包装做的最用心的， vivo 的手机的包装呢应该是同行里边高端的，包括小抽屉的这种造型，泰模的包装做工也有一点像，非常的精良。那就喝一杯吧。